我爸爸最近又在中东拿了一块油田，哎，而且那个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拿到哦，有钱都不可以，要跟酋长关系很好。而且我们家最近，对不起先生，您要点点什么喝的吗？我们喝酒好不好？好啊，我们喝酒。嗯，这边的酒有20块钱以下的吗？对不起先生，没有。好黑哦，那我们喝饮料好不好？知道吗，全世界最大的两家可乐公司，我们家都有股份。哎，我知道他们成本不贵的哦。所以你喝什么？那我喝可乐啊。喝可乐多少钱？30一罐。好黑哦，你知道吗，可乐其实超不好，没有营养。哎，那我们吃个水果盘好不好？好啊，水果盘。先生，果盘没有20块钱以下的。好黑哦，你这是什么店啊，果盘都没有20块钱以下。我跟你讲，你们这里环境这么埋汰，我坐在这边是给你面子。你信不信我让我爸爸把你的店盘下来，把你开除，快去给我搞果盘啊。这秤高高的没毛病啊，3斤7两，19块2。这样大兄弟，我给你打个折，你就给19块钱好不好？这都后面都是我的回头客，经常吃我的瓜，没毛病，挑不着毛病。哎，不杀不甜不要钱，你吃一口你就甜一年。开整。